宝贵宝贵，天天宝贵。你回来啦？你怎么又空军了？我给你包饺子，去收拾一下，等会儿吃饺子。好啊。白馅的饺子，吃了补身体。一看就没少包饺子。喜欢吗？啊，喜欢吃饺子吗？喜欢。这个肉包的少一点，包一个双面饺子。你水从手上流出来了是吧？没有粉，是面粉，怎么可能呢？看看。饺子，你吃完呗。很好。你是崔先生？啊。好。好。嗯。啊？那挺好。是吧？我等你饺子。做饺子，我喜欢我包的饺子。那个我去下点面吧，饺子吃完了。啊，你帮我回一下。等等，谁找我？一个叫倩倩的女网友。问你吃饭没有？附加一个可爱的表情包。操！我跟他都不熟，而且删又删不掉。是吗？删不掉。对啊，删不掉。删了。删什么？倩倩。谁倩倩？刚给你发消息的那个倩倩。谁给我发消息啊？想想你。我做面啊。